吃吧。行，吃。怎么都不吃？你们这里面谁负责？ 你们看我干嘛？你们都看我干嘛呢？我只不过是一个钳工，年龄大一点，我平时说话你们谁听过？您贵姓？啊，我不贵，我姓赖。赖，信赖的赖。 吃吧，炖牛肉，白馒头，来，吃。我们吃了，说什么呢？我们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们说什么？不用说，吃吧，吃好喝好。 为什么给隔壁他们吃牛肉啊？哼，这日本人呀，想用牛肉套他们的话，他们又不知道什么核心秘密，套有什么用啊？嗯，随他们去吧。郭老师。 你吃好饭以后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山洞里的情况。好，顺便，咱们研究一下逃离的方案。好，站长，这里边的人都可靠吗？可靠，都是兵工厂的骨干和核心人员。隔壁那个房间的人呢，主要是一些民工。 也不是不可靠，只是没有经过什么考验。明白。兄弟，差不多了吧？快好了，再抠，会不会漏了？不会的。 要是再晚来一天的话，我们就和鬼子同归于尽了。哎，你看看，这个里面埋的是我们兵工厂所有的军火。厂长，你听我说，到任何时候都不能跟敌人同归于尽。 团部为什么没有发起总攻，就是怕惹怒了日本人，对你们进行屠杀。你要记住我这句话，到任何时候，生命都是最宝贵的。孔老师啊，我们就是怕成为团部的负担，才出此下策的。希望孔老师能给我们指条明路。也谈不上明路，我正好有一些想法，正要跟你说呢。 啊，我，郭老师，你等一下啊，小子，啊，去门口看着点。好，白哥，叫他们几个过来。好。
潘厂长这儿去。香了，等会儿，你煮的啥呀？鱼，狗呢？鱼好吃。我问你狗呢？埋了。为什么？我觉得狗吧就不能吃它，那狗是人的朋友啊。朋友？就这样的朋友，差点要你命，你知道吗？啊，是，我知道。是吧？什么是吧？啊，狗是人类的朋友，那鸡呢？猪呢？牛呢？羊呢？啊，全是朋友。你一个大老粗，你怎么那么矫情呢？你不是，我是真的，我那个下不去嘴，下不去嘴。那你把狗大老远背回来干啥呀？是你让我背的，合着我的错了？我不该让你背是吧？不是，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都累了，我。行了，不要再争了，啊，事已至此，鱼就鱼吧，也能吃，好吧？柯老四，你继续。其实，在封闭的环境中逃跑，从古到今，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挖地道。彻底挖到什么时候呀？这得看挖的人数、方法，还有客观条件来决定。柯老四，这个地方。日本鬼子的警戒范围在1500米，你想把这个洞口放在哪里啊？其实洞口已经有了，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哦，什么意思啊？在这个山里有一个古墓，是以前古战场800壮士的墓。听说过，可是没见过呀。也许只是个传说。不是个传说。我查过记载，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山洞，没准就是他们以前驻军之地。柯老四，你是说从山洞打到这个古墓？对，从山洞挖一个地道到古墓，然后把我们所有的人都转移到古墓里面。明天我们想办法跟连长联系上。哎，我就在琢磨这个事儿，万一那个孔。他做不到你掏的那个洞那儿，联系不上他咋办？动脑子呀，只要动脑子，一定能联系上。我觉得，咱们可以在这个联络暗号上想想办法。对呀，吹哨不行，一吹哨就暴露了。大家集思广益，好吧，想一想。可以不吹哨，找一个什么替换的方式让他们知道。嗯，鸟叫。大河说的对，学鸟叫可以，啊，行，抓鸟我在行。嗯，你明天跟我一块儿去啊，给我打个副手，不过你得服从指挥，鬼子来了你别吓得尿裤。哎，嘘，小点声，你啥意思啊？我要害怕我，嘘，小点声，我要害怕我能跑山里来。人家孔方都挺信任我的，你啥意思啊？什么我啥意思呀？你不是挺有主意的吗？还把我狗肉给我换成鱼肉，这不是你干出来的吗？不是，那行了，你们俩不要吵了，好不好？孔大浩，严学武也是好心给你提个醒。好了，就这么着吧，快吃吧。吃啥吃？孔老师啊，那这得多大的墓呀，沉得下咱们这些人？其实，在古代，人死以后。他们认为所占的空间，应该跟生前的空间是一样的，尤其是800壮士，这些受人尊敬的人，所以他们死后所占用的空间，一定不比他们生前的要小。那孔老师，这个墓穴在哪里，你知道吧？今天下午我对山洞勘察了一番，
我想大概应该知道它的位置。这怎么找啊？其实在古代盛行周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八卦。八个单卦代表着八个不同的方位和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从而指引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我想八百壮士墓用的也是八卦这个原理。下午我用八卦的定位勘探了一番，我觉得八百壮士墓应该在我们山洞偏左一点的地方，和山洞唇齿相依。那您为什么判断是那里？因为那是坎位，坎代表着水，也代表着下陷的地方。在虎头山有水，向阳代表着美穴之地。顾老师啊，顾老师，恕我直言啊，我是学理工科的，对于玄学我不相信。厂长，其实我也不相信玄学，但我确定八百壮士墓用的并非是玄学，我利用的是当时人们使用玄学的习惯。我相信的不是八卦，而是当时人们对于八卦的相信。你看，我们可以把八卦看作是一种暗号。这么多年来，朝代在更替，人们的生活习惯在改变，但是八卦没有变。我们可以依靠八卦来寻找当时人们的选择，对不对？但是仅仅依靠八卦不足以让我们所有的人去冒险，所以呢，我还有两个证据。顾老师，请讲。厂长，我问你，虎头山为什么叫虎头山？这个不知道。接受任务的时候说是到虎头山来，造一个兵工厂。其实在来之前呢，我走访了附近的山民，他们告诉我虎头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祥岭。祥岭？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啊？海刚，我问你，你的村子叫刘姐村，有什么用意？传说我们村是由一个姓刘的尼姑所创立，所以叫刘姐村。没错，其实中国的地名呢，无论大小都有寓意，或象形，或会意，或假借。那么虎头山叫虎头山，纯属是掩耳盗铃。这是因为建造这个墓的人为了怕敌人去盗墓，所以随便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但是起完名字之后呢，老百姓却没接受，所以附近的山民根据长时间对这个山的熟悉，又起了一个他们自己认为很好的名字，叫做祥岭。所以虎头山在地图上的名字叫虎头山，其实民间俗称祥岭。那这个又算什么证据啊？其实老百姓起名字呢，没有宏观的概念，只是就地取材。你看啊，祥岭，祥是声音的意思，岭代表着高地，合起来就是有声音的高地。那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呀？那说明你没有踩对地方。还要踩？对。听老山民讲，如果踩对地方，地下会发出一种嗡嗡的声音。您踩对了。今天下午我借踹孔元的机会踩踏了洞前方的位置，结果我听见了那种嗡嗡的声音。不要挡我的路，你听到没有？除此之外，我还踩踏了其他几个地方。
通过踩踏，我发现这个古墓有可能就在山洞偏左一点点的位置。哦，那另一个证据呢？厂长，你发现没有？在山洞前面的位置有一棵死了的大树。对对对，有棵古树，中间都蛀空了。那我问你，为什么这棵大树能死？它死后，为什么周围的树却还活着？不知道。我告诉你，是因为这棵大树的根扎得太深，已经扎到空洞的里面。它的死是因为得不到水分，还有养分。您说的像神话一样。白刚，任何神话都有出处，今天我就不跟你一一细讲。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是，我们如何能创造神话。哎呀，孔老师啊，你才智过人呐，你说的是有理有据。将军，那些工人把今天中午的牛肉切得干干净净，连汤都没剩下。找个时间，把那个老赖请来。我们要从他身上打开个缺口，找到藏武器的地方。嘿。通知新堂小姐，晚饭时间快到了，让他把瓦格纳请来共进晚餐。我要了解一下神经性气体的工作进展情况。嘿。我马上去通知他。咱们逃亡计划呢，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挖一个通道，从山洞到古墓，这个由兵工厂里的人来完成。还有呢，就是要画出日本人的布防图，这个由我的未婚妻来完成。就是那天下午提醒你们的那个女人。哦，就是那个说上海话那个女的。对。第二呢，就是把布防图送给团部，约好总攻的时间。这个由我还有孔元的一个朋友大河来完成，这个人现在就在山里。第三呢，团部发起总攻以后，我们所有的人从山洞转移到古墓里边，然后我们寻找出口出去。我们转移到墓穴以后，能不能把这个山洞炸掉？不能炸。你想一下，如果把这个山洞给炸了，那墓穴也会坍塌的，到时候就不是800壮士墓了，而是1000壮士墓了。对了，厂长，那个密室在什么地方？哎呀，孔老师，我们这里有密室你也知道？当然，来之前呢，我查过资料。我知道这里边有一个密室，在最危险的时候把武器都可以藏到里边。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密室的话，我们如果挖地道就很危险。郭老师，Wagner, General Hengweiko ruft uns zum Abendessen. Paul, es ist im Moment alles in Ordnung. Du kannst machen, was du willst.
老四，我们制造的弹药和枪支，还有缴获的武器啊，都建立在这个地方。，真没想到，这里边有这么多武器和弹药。是啊，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啊。是。在这个地方挖洞子呢，应该没问题。这个地方很隔音。团长，我们这个门朝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哦，这个大门是朝南的。朝南的，那洞口应该在哪里呢？洞口应该是这个方向，应该是朝北。朝北。那从我们这里距离洞口应该有多远？应该有150米左右。南北150米，偏左45度。顾老师，你觉得在什么地方挖合适啊？厂长，你让我想一想，这个我得好好的计算一下。哦，好。预备。今天请他吃山鸡，本地特色，非常好吃，很有嚼头。Der General sagt, heute gibt es Huhn vom Berg. Er hofft, Sie mögen es. Es schmeckt ausgezeichnet. Ich mag es. Ich liebe zähes Essen. 他说他喜欢有嚼头的食物。请。消防队带装出去搜寻八路军之时，军装被八路军打死并带走，宣传员坐上伤心过度。人够情未了。General, was ist los?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们的一只军犬牺牲了，宣传员非常难过，在呼唤他的名字。Ein Hund ist tot und das Herrchen ist sehr traurig. 是个感人至深的故事。Eine bewegende Geschichte. Es ist kein Märchen, sondern eine Tatsache. 的确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不知道今天瓦格纳教授的工作有没有感人的故事。Wie war die Arbeit heute? In der Wissenschaft muss alles sehr hart erarbeitet werden. 正常进行。明天怎么安排 ？Haben Sie für morgen Pläne? Morgen? Morgen arbeite ich nicht. Ruhetag. 明天他不工作。那你 ？Warum? Morgen ist der Tag Gottes, um sich auszuruhen. Die ganze Welt ruht sich aus. Warum sollte ich arbeiten? 上帝创造了星期天，全世界都在休息，为什么他不休息？瓦格纳教授。
虎头山是凶险之地，你要想休息的话，应该把工作做完之后彻底离开这里。Es ist gefährlich hier. Wenn Sie eine Pause wollen, dann sollten Sie Ihre Arbeit beenden. Sie sollten Ihre Arbeit beenden und dann gehen. General, das sind zwei völlig unterschiedliche Dinge. Ich hatte keine Angst davor, hierher nach China zu kommen, und ich habe auch genug Mut, um hier auf dem Berg zu bleiben. 将军，我不怕凶险，所以我在中国。瓦格纳教授，如果要你在休息的时间工作，需要付出什么条件？Wenn Sie weiterarbeiten wollen, Sie würden für den Sonntag bezahlen. Bezahlen? Warum bezahlen? An dem Ruhetag ruht man sich aus und am Arbeitstag wird gearbeitet. 为什么那么浪费钱呢？工作的时候工作，休息的时候休息。我问的是，什么条件可以让他在休息的时候工作？ Der General möchte gerne wissen, wofür Sie sonntags arbeiten würden.General, ich könnte einen Stuhl aus Sandelholz sehr gut gebrauchen. Er sagt was? Er sagt, ich habe gehört, dass Sie in Tokio ein Stuhl aus Sandelholz haben. Er möchte ihn. Ist das schwierig? Kann er das machen?如果你要按部就班的工作，我会给你弄一把黄花梨的椅子。Das ist kein Problem. Arbeiten Sie hart, dann kriegen Sie einen Stuhl. Einverstanden. Prost. Sie sind ein interessanter Kerl und ein guter Freund. 他说干杯吧，将军。你不但很有意思，而且很够意思。看见了几个人？将军，两个是以前的两个人吗？应该是。是还是应该是？没看清楚。没看清楚，怎么敢说应该是？将军，我天赐良机，你们却没抓住人。抓两个人这么麻烦吗？你为了抓两个人，让我把山里的所有部队都带出去吗？将军，我多胆说一句，我怀疑山里利用玄机。那你？每次发布消息后都没有丝毫线索，如果不定有枪声聚集，我想我不会抓不到他们。军犬是怎么牺牲的？被八路军设了埋伏杀死的。那就是说他们已经想到了对付军犬。看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猜是不是两个八路军打了一个配合，一个引诱军犬陷入，另一个设伏。他们就在附近。军犬进山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你下去吧。嗨。看看这张地图有什么不同？冈藏工兵队摧毁之帝都山寺。再看一看，我看不就不懂。这是防水地图。
难道他们在水中湖？在水中不可能，也许在水中来，也许到水中去。肯定他们要破坏的东西跟水有关系。我会加强对凤凰破局看管，还有对太岁破局巡逻。对，堵住源头才是最重要的。将军之意思乃是什么？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要抓住两个小蚂蚁，我们才可以高枕无忧。明天还是你带人去一趟吧。嘿，要不要多带些人？将军，否，在中国战场上，皇军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最少是1:3，却只有两个八路军无守到进来。明天只带孙少少分队，我要让他们看看我是怎么收拾这八路军的。一定要小心。将军放心。巴黎的椅子派人去找了吗？一派。这瓦格纳欺人太甚矣，是否也不能什么事都依他而行？藤山君，天才有三个化身：孩子、疯子、女人。孩子不明白，幼稚乎；疯子无意明白，疯狂乎。女人之意思我不明白，何也？自恋吧。所有的女人都以为世界是为她们准备的盛宴，她们是目光聚集的焦点。在这一点上，天才和女人是一样的。若具有天才之女人乎？那她们首先应该知道她们具有女人的美，还具有男人的力。才华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那谁才是世界之中心？权力。权力的真正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请指点之。权力的名字叫拳头。拳头才是世界的中心。藤山君，我苦心积虑，忍辱负重，就是为了制造出具有战斗力和杀伤力的神经性毒气。神经性毒气才是一个无形的巨大的拳头，这个拳头必须要打出去才能扭转战局，不然的话我们将面临另一个无形的拳头。此事一计什么样之拳头？原子能武器。没听过。具多大之威力？你想它多大它就多大。我们日本为什么无忧？因为我们缺少疯子。我们造不出乎？造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地少物薄，资源不够。
干啥啊？都逮鸟去。非让我跟你去、啊？咋你认怂啊？谁认怂？雷仁松，快起来，快点。走。哎，我说你们俩注意安全啊！你也是。什么都帮不上忙，只能求助菩萨了。爹，咱们今年不做生意，这城里太危险，要不咱们去乡下过一段日子吧？我哪儿也不去，这院子我住习惯了。现在形势越来越紧了，伪军鬼子都来催粮要粮。今年粮食已沽清，我没粮。他们能怎么样？谁不知道您把粮食都囤起来了呀？小点声。这事儿没几个人知道。这也就是您骗骗自己。伪军鬼子都知道咱们有粮没土，他们现在没翻脸，只是觉得还没到时候。老爷。老爷，怎么？炮筒子来了，在外边呢。他来干什么？要粮？不像，今天挺客气啊。让他进来。